那得另外加钱哦。那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这多少钱？老板结账。今天有？今天有？好巧啊！可能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我的妈呀！怎么跑了这么多？一起付吧。啊，不用了。老板，一起多少钱？雪糕两块，电钻798。谁会来这里买电钻啊？哎呀，老板，你们店里好像信号不好。没有啊，挺好的呀。好像是突然没信号了呀。你请我吃雪糕，我开车送你吧。好呀。你就等着我这句话吧。赶紧让我蹭会儿空调吧。哇，真是巧了，你的车跟我女朋友是同款呢。哟，最快啊。是吗？前女友面前提现女友。转移话题，转移话题。这起码5米长，买这么大空间的轿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结婚了呢。自从跟你分手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找过对象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不必认真的。突然有点冷啊。你好，小林，空调温度调到30度，主驾温度已调节，暖一下我这颗冰冷的心。这不更冷吗？是语言。那个气氛有点尴尬，要不再放点音乐吧。你好，小林，播放音乐。对了，话说你怎么在这附近啊？公司在旁边，今天第一天入职。这么巧啊，我公司也在这附近。你做什么的呀？要是他知道我来做前台，会不会很没面子呀？总经理，哪家公司啊？到此为止吧，再聊就不礼貌了。系安全带，这辆车3秒多零百加速。真是无巧不成书了。没事，刚才车里说的我都忘了。气死我了。小赖，刚刚那个下头男是干嘛的呀？他呀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啥也不会。哦，老板。哎，你看现在的前台身材一级棒。龙哥，线条腿什么价呀？猪腿吃不完。你怎么回事？已经6个男同事说你骚扰他们了。我有吗？哎，马小妹，我说那个，这什么码？我微信。你干嘛呢？我怕自己忍不住。小王，你先去吧。一会儿王总要来开会，他喜欢喝鲜榨果汁，你去弄点。我跟你说，果汁来了，王总请。谢谢。嗯，讲究，果肉和汁水的比例刚好1:1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再给你去倒一杯。金姐，还有果汁吗？王总还。还真是1:1啊。电脑坏了，还是给它榨成汁吧。果肉和水1:1。嗯，好像空调没关。原来关了呀。嗯，走啊。一个礼拜了还没剪出来，老板，我问你借口，今天视频组全部留下来加班。下一位，早上9点上班，为什么12点才到？老板，我问你借口，晚上留下来加班。前台加什么班啊？这个鬼啊！下一位，没人了。月光温柔缠绵，灵魂模糊你的脸。
爸都说了一万遍，一打三千斤，转身就不见，只能心里默念。静香呢？上班都两个小时了，她怎么还没来？大娘这不是来了吗？姐娘化了个妆，耽误了几分。干活去！我说你往哪儿勾呢？你这把我勾上去了。打扰一下，我们先说了一会儿。这不能这样，谢谢。他不仅能聚众，还能抗衰老。喝口水，我们详谈。用了我们这个产品之后呀，皮肤不一会儿就舒展开来了。他谁呀？角质层研究员，胶原蛋白守护者，妇女之友。什么？没水了，去把水换一下。我看起来像换水的吗？还能这样吗？他是我们老板，不会是身吧？怪不得水的。你的。什么海王海后海王帮，人家只想给哥哥一个家，就没有老娘搞不定的男人。哎，怎么没一个人回我？靠，我以前都有了，臭灰臭灰臭灰，这不回了。你先挂、嗯、打完电话他就看到了，要不还是离职吧。小赖，你把什么东西打碎了？没什么。哦。但上面写着什么保安什么番。啊！机会来了，好姐妹。对嘛？我生日。正南，快放手这个密码。加多宝生日。不会是小赖的吧？嗯，对了，我的吗？哦，原来是小赖手机。想要屎了吧？赶紧解密吧！我这脑子，手机都没带，拉什么屎？他回来了！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！我有 Pad 要什么手机？你嘀咕什么呀？毛病！ Pad 没有我呀。冷静，大人笨笨啊！啊，在这儿啊！谁给我发消息啊？不行，只能用绝招了。小闷棍来了！啊！还好我备份。台是公司的门面，你这样摊着有损公司形象，你知道吗？你笑什么笑？啊，他说我是公司最美的女人，对公司很重要。知道了，老板。他发什么神经？总之拿出精气神来，不要懈怠啊。好的，老板。你好，我来面试。好的。你身高多少？1.8米呀。你没有1.8米。啊？我们公司不欢迎弄虚作假的人。哎，我真的有意思。你好，面试。你期望工资就这么一点啊？嗯，这还不让我入职？让你们找不到女朋友的。你好，我想先了解一下贵公司。没问题，我们公司是一家。这是我们的老板，他在2018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父亲给的300万。创立了这家公司，同时他也是我的前男友。嗯，怎么突然八卦起来了？除了小七零四还有点空吗？但是他还算是好人。天哪，一直在打游戏，我真是担心他说我分手，没想到我对你遭遇深感同情，但是不碍用事。你在干嘛？人事说要面试的一个都没来，怎么回事？
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啊？你他妈就没在听吗？有问题去查阅机密。我们好好解决，你出去吧。小偷呢？什么小偷啊？突然有点饿，去买了个吃的。